再去多倒一点，小猫今天都没吃的。这样满了，哎，不要跑了！这只胖猫，这只胖猫又吃霸王餐，应该也不能说它有吃霸王餐，因为那是免费的啊。可是它这样没说谢谢，就很没礼貌。虽然猫不会说谢谢，至少也点个头吧。你要谢我吗？好吧，他不谢我，他只想休息，好吃懒做，好懒哦。他就不怕自己胖死吗？那么胖，胖到变成那种肥宅。嗯，还没吃哦，等一下，野猫应该就都会来吃了。我刚刚又看到黑猫在吃东西了，你看它又来了吧？都没有其他猫来吃东西，它是最常出现的一个吃货。到底是在抢什么啊？明明还有饲料那么多。而且啊，今天瘦猫也没来，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来。目前只看到黑猫、小黑啊，就没有别的吗？喵姐，他就在那里，我不敢靠近他，他怕他会攻击我，他不让我拍呀。好吧，至少他有露脸一下下，他不怕人欸，我以为他会怕，而且会攻击我，但他们不会。他已经被我们的邻居驯化，都不咬我们了，都不会抓我们、抓伤我们什么的，还蛮善良的猫们。我们家很多野猫，附近大概都是。有花纹的，还有斑纹的，不然就是黑色的。目前都没看过白色的猫种，都只看过有，虽然是含有白色，但是有其他花纹的猫而已。